兄姐妹平安。平安。我是从北卡过来，北卡在什么地方？北卡在DC往南走一点，那边的弟兄姐妹代表他们问候各位在 New York， 你们在 New York 是很幸福的一群，这么多中国人，这么多好吃的东西，这么多机会，敬拜神。那边这中国人教会不多，所以就很大的限制。今天我是祷告之后，想把《使徒行传》第六章的信息带给大家。《使徒行传》是一卷是作者写了，来证明，教会的成立到发展一直都不是人所做的工作，是圣灵所做的工作。不过第六章第七章的重点在于记载一些执事。你们教会有没有执事的？我倒有哈。执事是什么人？所以第六章开始是讲到门徒增多了，执事怎么样被设立来跟长老跟那些牧养教会的人一起同工。这章经文是使徒行传里面随着前面几章告诉我们说教会怎么样增长，不但是教会怎么样增长，告诉我们说教会的基督徒那些一小群人可以震动整个社会，当时世界的一小群人，他们凭着什么？那前面讲到圣灵降临在门徒身上面，他们就大有能力，一天有3000人信主，又会有5000人信主。然后前面也讲那些使徒大有能力，奉耶稣名叫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可以起来行走。不过今天早上我们看的这是第五章记载，跟第六章有一点点不一样。第五章记载说上帝为什么跟两个人计较，记得有两个人，一对夫妻，他卖了 房地产拿来供应给教会，结果他们撒谎，上帝就立刻击打他们，死在地上面。今天早上我想的题目是为什么神这样计较。下午呢，第六章谈到一个人史蒂芬，跟还有他的同伴被选做执事的人，他们特点是什么？初期教会建立在人对上帝的敬畏上面，还有一些服事人他们的服事的基础是什么？所以这时候我们一起祷告，求神祝福这段时间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听到神的声音。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下午让我们有机会在这边聚集，奉主名聚会。主要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求神自己向我们说话，圣灵把我们心里面的很多杂念放下来，让我们藉着主的话语得到提醒鼓励，也帮助我们前面因为你的吩咐，你帮助我们的设立的标准，所以这个教会跟所有教会一同在神面前蒙恩，恭敬把这段时间交托，奉耶稣名祷告，阿门。第六章记载到那时，那是什么时候？那时就是前面所讲的时候。前面呢讲到使徒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大祭司跟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就抓住那些当时的基督徒，逼迫他们拿住石头收在监里面，然后提出上帝的使者怎么样打开监狱的门，然后使神的仆人释放出来。但是他们还待到公会面审判，彼得就向众人来辩论。他们离开公会受到很多逼迫，所以第六章那时是基督徒跟教会受逼迫的时候，那时门徒增多。你会不会稀奇为什么逼迫门徒还增多？你知道吗？基督教教会告诉我们一样事情，教会不怕外面的逼迫，教会怕什么？怕太有钱了，太舒服了，越逼迫越大，教会发展越厉害。那当时教会在一个安逸的环境当中，什么都有，什么逼迫都没有，人很尊重，那时是教会最危险的时候。这里
毕婆来到的时候，前面第四、第五、第六章这里都讲到，那个时候释迦会很黑暗的时候，门徒讲什么就立刻被抓被审判。但是那时门徒增多，门徒这不但是耶稣的门徒，是讲一般信徒啊。那时候信主人增多，有说希利尼化的，希利尼就是希腊文，当时候希腊世界文化很兴旺，所以有一些说希腊文的希腊语的犹太人，有一些是说犹太人的希伯来人的话语，所以有两种，一种比较老一点，一般来说年轻人都说希腊文。发愿言，因为在天天的供应上面，为什么天天的供应？他们聚在一起嘛，记得吗？前面他们聚在一起，从各地方来不肯走，但是信主的人有很多是外边来的，所以他聚在一起，弟兄姐妹就卖了田产地产拿出来房屋供用，对不对？但是里面有不同言语的群体，有些是讲犹太人的希伯来语的，有的是讲过当时流行，好像今天讲英文一样，我们讲中文，他们讲英文。那有些比较年长的，或者是比较传统的讲希伯来文，有一些讲希腊文。他们有人说寡妇当时没有社会安全基金的，所以寡妇都是没有无依靠的人，教会就供应他们饭食。他们群体之中有一些寡妇被忽略了，所以使徒很辛苦，十二个使徒什么事情要找他们。所以呢，十二个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那么又怎么办法解决？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家都喜欢这句话，就拣选了史蒂凡，而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下面一对名字是其他的执事，叫他们在站在神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神的道就兴旺起来。然后从第八节到第十五节讲到史蒂凡一个人的故事，第七章也是讲他是一个特人突出的人。他跟其他的执事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是大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为什么需要圣灵充满呢？他们选做什么的？管理饭食的嘛，对不对？主菜分配资源给当时的信徒。为什么他们需要被圣灵充满？我们研究这方面的时候，就看到当时教会有个特点，连他们的执事者挑选标准，第一有什么好名声？好名声是什么？从教会里面、教会外面，他的名声应该好的，因为一个基督徒假如不好名声呢，怎么服侍？原来他都做这些事情的。怎么基督徒本身就有问题，不但就要做执事，对不对？好名声是很必须的。还有第二点呢，被圣灵充满。奇怪，为什么需要被圣灵充满啊？下面一点就很容易了解，智慧充足的人，智慧充足的人，他们很会办事，他们是必要的，因为挑选这些人要替使徒们来做很多很多管理饭食的事工。这些人是牧师，是当时使徒长老他们最好的牧养的帮手。也是你会想想看，为什么使徒不做这个？因为他们是以祷告传道为事。我以前在纽约是一个同工，他是什么都自己做的，所以教会人秘书都没有，省了钱，所以他贴邮票啊。后来呢，只是就说牧师，我们请你来不是贴邮票的，你让我们请个秘书吧，你专门以祷告传道为事，有没有理由？有理由啊。
所以他们就听了，就选了。史蒂凡是站在前面的，又拣选了史蒂凡，乃是他的特点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为什么特别提史蒂凡？因为后面这里主要是讲史蒂凡一个人的经历，他是执事们里面最突出来的一个人。他的突出点是什么？是大有信心，是圣灵充满的。既然是他们是帮助饭食，为什么要圣灵充满？你看到整章圣经圣灵充满就是不停的出现，前面出现，后面出现，实际上蛮有能力，大神级，圣灵圣灵圣灵重复出现很多次。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既然史蒂凡是管理饭食分饭的，你们中午都有饭吃，对不对？哇，你们吃得很丰富哦，今天弟兄姐妹很辛苦做些，你们选那些分你班里饭食人，要不要选那些圣灵充满的？你选那，你用什么标准来选那些做事务性的执事？中国教会好老板，肯做的、能做的，做到死为止；不肯做的、不能做的，就在旁边看着你做。会不会有这种现象？我不是说你们教会啊，我是说一般教会来说，是有少数很会做事的。今天教会用什么来挑选执事？用什么来挑选总务？只要有一个负责饭食的，或者一个负责清洁的，你用什么来挑选？为什么要充圣灵充满？不要忘记，不是这些人侍奉以后就被圣灵充满，这人是被挑选做执事的一个标准。不要说执事了，今天我很多教会请牧师，我前一阵子在纽约时碰到我以前教会的儿子啊，陈牧师是认识这么多牧师，我们教会找牧师找了六年了。他忘记了，其实不止六年，找了13年了，还找不到牧师。我说你们要找，让我想想看，你们找什么牧师？他说要懂得讲国语，要懂得讲粤语，要懂得讲英文，老人家喜欢他，中年人更喜欢他，青少年也喜欢他，他会行政，他会管理，他会计划，他可以带领。哇，好多哦，说你再说下去耶稣基督都不够资格，你要找什么？但是没有欠了一个，从来你看登报纸的屏幕很多哈，很多教会找牧师，为什么没有牧师就不知道了。反正我没有见过一个屏幕广告说要他有圣灵充满的，有没有见过？有没有见过一些教会选执事时候要把这个变成一个标准？执事必须要圣灵充满。那有人说啊，牧师执事已经很难找了，有谁肯做？你找到你就高高兴兴去抓住他，你还要找圣灵充满？没有执事谁做？有一个不止一次有人叫陈牧师，你条件太高了，你还要圣灵充满，从哪里找？执事们，你们有没有圣灵充满？各位同工，你有没有圣灵充满？什么叫圣灵充满？这是一个问题。什么叫圣灵充满？不是说方言，不是一病赶鬼，是圣灵充满的标准。圣经说圣灵充满是什么？圣灵充满是被圣灵管理。这回去教会的本质，教会是本质是什么？教会本质，教会这只是一批被神带出来的人，他们的属灵生命是他们的标记，明白吗？这些人被神带出来，从世界各地 的地方带出来一群人，回到基本问题，这是教会的本质。因为这个本质是有人挑选事工的时候要根据这个本质上面去挑选，它不是一个社团，教会不是一个社会服务机构。当然教会会做些社会服务工作，但是主要不是。今天早上我们说
教会所有的宝贝，就是最大的神迹，不是给人翅膀得到医治，最大神迹是人的生命被一个名，耶稣基督的名所改变。一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使人可以得救。教会的本质，教会本质里面的活动，不是一个宗亲会，不是一个社会团体，乃是里面是神所造出来的一群人。既然教会属于神，既然教会是属灵的团体，那里面的本质是什么？所以回到教会，教会就算是管理事务性的职事，他们的要求标准好名声，对，他们绝对不能在外面有坏名声，教会里面更是不能有坏名声，因为别人用这个来判断教会，来论断教会。假如一个人有坏名声，最好不要代表教会担当那个工作。除了这个有智慧，但是他要知道怎么做，对不对？管账的起码要懂得一些管账的基本，煮饭的等等，每个人都需要，但是范围缩小一点，浓缩一点，圣灵充满，还是说他的属灵生命有深度，那个圣灵的果子会在生命上面让别人看到长出来。我们今天晚下午完了这个，有一个明天都有一个侍奉与侍奉人训练。侍奉是什么？这些是侍奉，管理方式都是侍奉。侍奉是什么？侍奉与侍奉人是分不开的。侍奉的基础在于一个人的属灵生命与神之间，生命的表示，生命的果子，应该它是侍奉的基础。侍奉不是一个工作性范围，纯单单纯那个。我会唱歌，我唱得很好，你不要管我的生命。我不知道中国，我知道我在美国40多年，我就看到美国。我来美国的时候，美国社会是比较单纯很多的。我还记得礼拜天是外面没有卖东西的，所有商店都关的。礼拜天是敬拜神的时候。美国社会上面那些 shopping mall 啊，那些不开的，那时候是事实上没有 shopping mall， 那时候是只有商店、电影院什么都关，因为礼拜天是敬拜神的时候。现在呢，礼拜天最热了，甚至教会的基督徒很多人都新人，我们的身在这边，心已经早就跑回来外面。待会我们吃什么啊？在里买菜便宜一点啊，都在想这个东西。礼拜天最忙的，对不对？做生意，礼拜天，以前都礼拜天都关掉，为让那些人可以去教堂。美国不停的变到一个地步，社会上面的要求标准不要说了。以前对总统的要求，不但是要他做一个领导人，可以按着国家人民的好处来治理这个国家，他个人的道德非常重要。以前事物跟人是不会分开的，美国立国的领袖他们都是金钱的基督徒，到今天为止两样都分开了。只要我能够做一个好的工作，你管我个人的私人生活，那是社会的改变。但是在教会当中，是否我肯做、能做、能够交托事情好，你就选我做执事、做长老，或者做牧师，或者做其他团契的领袖，那个标准在什么地方？今天生意很多，大家都会讲很多。生命的深度，有一次我在北卡旅行，我希望你有机会去看看北卡。北卡是很少中国人，是乡下的地方，以前种烟草的。现在华人大概整个首都 Raleigh 大概有1万多吧，只有1-2间中国餐馆，
所以你们去那边做生意是开餐馆是蛮不错，只是问题是客户不多，老美不会吃，除非你煮老美吃的中餐，所以我们下面的中国菜不好吃的，是骗老美的。我那边人不多，但是那边美国有个地方是叫做 Bible Belt， 是圣经地带，南部从北卡一直往南走，有整个美国地图有一个地带，美国人叫做 Bible Belt， 就是圣经的地带，就那个地方的人很敬畏上帝，大部分教会非常的兴旺，每几一两条街都有个教会。那想到建堂啊，那边建堂非常容易，从来不会有人拦阻你，从来没有居民说我要告你，我怎么没有你建堂，弄得他第一塌糊涂，他没说什么的。那而且你去餐馆吃饭好晚，基督徒祷告以后，有时候整个餐馆的人说 Hey man， 好晚的。不过在无论在上面面临一样是同样的事情，是就算是 Bible Belt， 我们也看到大家在改变。我那边的教会比较单纯，怎么叫单纯呢？生活简单嘛。不过是那边都是知识分子，不单纯的地方，这些人都很有意见。我们教会大概700-800人吧，但是要选执事的时候，选什么都是一样，那些能干的人在用，选出最能干的而且肯做的，做十几年都是他的。那我在想，究竟这里的教导我们什么？出席教会作者路德写出第六章第七章告诉我们说，就算是死地反，他只出现片时，圣灵充满是他们一个基础。我在北卡旅行，我去一个山的地方，看到有水，有时候瀑布流下来，但是它浅的瀑布声音很大，深的瀑布没有什么声音的。今天的是很多表面的声音，生命的深度呢？我念神学是1969年去念神学，我做牧师1973年做牧师，你不要猜我几岁。我念神学，我在越南念过，我在北美洲念了3年，念了8年。1969年我念神学，1989年我在念神学。2001年我在念神学，一下我发觉现在神学院嘛，跟教会其实神学院的走向跟教会脱不了关系。在北美洲，以前的神学院注重祷告，注重读圣经。我念5年全时间念都是读圣经的，都是祷告的。现在神学院呢，给你功课，教你怎么样讲道，怎么样辅导等等很多方法。差别在什么地方？以前的神学院我们住在一起，我希望迦南跟你们的神学院有一天能够住在一起，因为住在一起生命磨生命，生活磨生活，也会磨出一些东西来。现在的神学院学生就是念完大家走，我只认识你，但是我其实事实上我并不认识你，我没有跟你一起生活过。我们生活一起几百人生活5年一起，每天住在里面，怎么样磨也磨出一点东西，个性啊这些，还有一起操练读圣经祷告。现在神学院不管这个，还有一点不一样啊。以前神学院就是他会见你的时候，要知道你是奉献全时间服侍神的。现在呢，只要你肯练，都收你。那个分别在于，究竟现在教会去什么地方？要被圣灵充满，因为这是侍奉的本质。
又传道人懂很多方法，会讲道，会辅导，会教圣经，会教会行政，很多会，但是没有属灵生命，他有什么？有句话你要记住，自己没有的不可以给别人。别人来到希罗亚教会，他们看到里面的信徒是怎么样的信徒，他们看到服侍人是什么样服侍人，圣灵充满用生命的果子来托住他服侍吗？或者很能干 很会做。我常常记得以前我服侍的时候，我在念神学的时候，我有很多博士在教我，其中有一个老师，我们都很多人都看不起他，他是一个宣教师，念书不多，没有发教书，他做教务的施工，他是关心学生的。我记得有一天，有一次我感冒，病得很一塌糊涂，那同学都上课了，我一个人躺在床上面，那时候是晚上，他们去敬拜去做功课，我躺在那边好辛苦，突然间感受到有人打开门走过来替我擦汗，给我喝杯水，还说傻孩子感冒还穿短裤，着冷了怎么办，他就给我拉背，他说我心里就想哭出来，我眼睛睁不开，因为一个离开家庭的游子呢，很想念妈妈，好孤单，那时候我还没有结婚，只有一个人，那时候我就突然间发觉到感受到那个人要走了，就睁开眼睛看，是那个不是念很多书，不会在课堂上里面教很多书，但是他是一个地方，他是一个去到不同的房间里面帮助学生的人。你知道我想到什么吗？圣经说你坐在我小指色上面的一个身上面，就坐在我身上，一杯凉水，我渴了你给我喝，我饿了你给我吃，我病了你来看我。我觉得这个比我念很多很多头脑方面知识的课程更有帮助，提醒我什么是侍奉。侍奉当然你煮菜煮得很好，非常好，但是你生命有没有东西托住你的服侍？圣灵的充满是圣灵在我们生命上接触仁爱、喜乐、和平、温柔、信实、节制、良善等等等等的果子，让别人看到你，又看到主耶稣。旧约里面有一句经文出现，跟这个差不多的，是与神同行。有个人以诺，记得他吗？圣经说以诺活到65岁，就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然后呢，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见，不再世了。以诺有一点，他人生出现又出现，他与神同行。什么叫与神同行？与神同行，他生命当中不停地被神的对付，他做的是合乎神心意的事情。你呢？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跟外面不信主人有什么不一样？究竟我们来教会是想认识什么，得着什么？得着耶稣基督做我救主，然后在我们生活日常生活里面对很多挑战，你跟那些不信人有什么不一样？圣灵提醒你的时候，你听哪种声音？你听哪种声音？你愿意放下什么？日常生活必须要与主同行。基督徒是耶稣的门徒，耶稣叫他们你去，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做什么？做我的见证士，你们活出我的见证，叫别人看到知道你们是属于主的人。一个属神的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他做选择的时候就在那边。雅各，你认识他吗？当然不认识。你有没有念过他圣经里面雅各的故事？你知道他专门做什么？雅各是一个，这名字是个抓住的人，对不对？他有东西叫抓住，抓到后面才发觉到都是空的。那他去到
一个地步，因为他骗他哥哥嘛，记得吗？他骗了哥哥什么？红豆汤啊？谁骗谁？他哥哥骗他，还是他骗哥哥？长子名分对于他来说，比不上一个红豆汤，因为他知道他老爸疼他的，就算长子名分给你，他还是长子，因为家有养，记得吗？后来祝福的时候，他爸爸都是要他，对不对？长子名分夺不走的，所以你要名分我交给你，我需要喝整汤。但是雅各好聪明，他专门抓，后来跟一个人摔跤的时候，他知道这个人不是平常人，他说假如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给你去。那人给他祝福什么？说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雅各，以后不要叫雅各，叫以色列。上帝一直要改变雅各，为什么？上帝要雅各走入这世界过去的时候，他能够让别人看到他信的是谁。他因为这样，上帝结合雅各要兴起一个新的民族，也是以色列嘛。这就是民族，不是单单口里说上帝是我们的主，这民族要活出，让外邦人都看到，让周围的人来看到神的子民怎么样生活。雅各醒过来说，哎呀，耶和华真的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他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因为神的殿。上帝在这里，知不知道？我不知道，大多数你们都是从福州来啊，离开家不是很远，我也蛮远的，我从越南过来，我们都离开自己生长的地方。我不知道你觉得这个地方是你的家。我在这边40几年，我知道我不是美国人，我是拿美国护照，但是你看我眼。我这个脸孔，我是什么人？不是，你是唯一讲我中国人的人。有人说我像印度人，有人说我像菲律宾人，泰国人也跟我谈话，用泰文跟我谈话。我不像，我不知道我是什么人，我也不知道我祖先混的什么人的血，我是不像。我知道一样事情，我是属于主的人。美国人有什么了不起？中国人想说，我们在这个地方，你知道吗？你跟我家乡在上面啊，美国人有没有歧视的？中国人会不会歧视人？最会是我们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告诉你，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都彼此怎么样看？你在教会里面，你知道吗？这些人无论他什么地方来，都是神的子民。你跟我都欠美国人、白种人、黑种人那他们的福音债。我希望不是单单福州人，我们都是神国子民，有个共同点，圣灵应该在我们当中有同样的国子，对不对？无论你文化背景怎么样，看法不一样，当然不一样。我家里面就有两个是美国大的，但是不要紧，我们有共同的价值观，因为我们都认识神的人。教会里面应该有一个标准，求神帮助我们有一天选执事的时候，会考虑到这个人的属灵生命的成熟，生命的果子。一个惧怕神的人，生命上面有果子的圣灵果子的人，他的侍奉就建立在侍奉的那个人身上面。为什么我要开这门课？我在神学院教这门课不是第一次，我在到处去，我常常我想提醒教会，教会里面服侍的人，应该他的属灵生命，他的品格，不但属灵生命是与人的品格，他的人际关系，各方面，上帝要藉着侍奉来改变栽培侍奉的人。你记住一样事情，侍奉，不是施工需要人。是人需要侍奉。为什么人需要侍奉？那些不参与侍奉的人有一个毛病，他们生命永远不会透过侍奉，侍奉的对象是人嘛，他们生命永远不会被对付。侍奉过的弟兄姐妹，你告诉我，侍奉是不是好玩的？
特别是中国人，中国人称赞人呢，常常只有两个场合，一个是欢送会，那这个弟兄快要走了，他回去中国了，什么时候见不到？那我们开始他走的欢送会当中就啊，这个弟兄真好啊，什么好，对不对？那是一个场合。第二个场合是什么场合？葬礼。我告诉我太太说，我死的时候不要把棺材打开，因为我不想听到那些声音。我活着的时候你不告诉我，我死的时候你在那边啊，陈牧师真好啊，他怎么样？我会吐血的。我们中国人就喜欢这样。不过坦白说，我们中国人还有一个毛病，我们往往看那个做出来那个人他尝试好不好，做事好不好，忘记了在鼓励当面顾念到他的属灵生命。侍奉的人与服侍三方面都要兼顾，属灵生命、家庭、他服侍。所以圣经里面藤井威牧师在他本书里面讲，圣经里面有三种服侍，不是三种 sorry 我讲错了，是三种服侍的因素。一个是本位的侍奉，是赞美神的；一个是什么啊？一个最后才是功德性的侍奉。第二个就在本位的侍奉，还有呢生活上面的服侍奉，对不对？他本位的侍奉是在本位上面赞美神，里面不要忘记我们是被造物，我们要赞美神。然后生活上面又结出果子来，这两种侍奉是侍奉工作侍奉的主要因素基础。只要你生活一塌糊涂，你做得好又怎么样？假如你生活上面有见证，那你工作做得好，但是你与神的关系远远的。我们会谈到一个因素，就是谁决定你做什么。比如说我念了五年神学，我出来我认为我应该穿西装再被讲到，对不对？直到上帝安排我这看孩子，看了两年孩子，气不气？而且第二份工作叫我是去找战场上面打死的人。就说我们教会当中很多男生，我们在越南打仗都是男生要当兵的，你知不知道中国生 男孩子就很高兴，对不对？我们越南你打仗的时候生男孩子都哭的，生女孩子就很高兴，因为生男孩子是替国家养炮灰啊，到十八岁打到五十五岁怎么会不死？真的，我们当兵到十八岁当到五十五岁了，为什么会不死呢？所以在那 我的工作是替教会的里面弟兄都是穿军服的，所以谁被打死了我就去找他尸体。尸体的味道你知道什么味道？打仗死了两个礼拜的人在战场上面，我要替他洗干净面孔，看看是不是能够张开了嘴巴，看看是牙齿对不对，然后把他运回去交给家人，苦不苦？为什么要念五年神学做这个？开玩笑，我第一次吐到我什么昨天吃的东西都吐出来，好惨哦。拿那些尸体运回去，它会滴水出来了嘛？给五百块，就给一个棺材不会漏水的。没有钱给他，他就装一个那军人那些板有缝的。我坐在他旁边，水就不停滴在我身上面。为什么要念神学？后来我就很怕水。第二份就是看小孩子，我那时候还没有结婚，怕小孩子怕得要命，而且。那些是孤儿，孤儿是父母都死了，在街上面街头嘛，他什么 trick 他什么方法都有，气我气到半死。后来我发觉到，原来你知道吗，侍奉是按照主人的心意，只要是神安排的，我要做得开心，做得忠心，做得甘心。我在学这个功课，
假如神知道我那段时间适合做什么，神放我在这边，你肯不肯？你要自己选呢，或者你把它交给神。圣灵充满，就是在圣灵生活上面充满这种果子，让我们在侍奉当中体贴主人的心意。有一年我去到加州，看到以前的教会，那地方我们谈起一个美国宣教士，他是一个白种人，一个单身女的，叫 Anno Patty Anno， 他一生都在放在中国人中间，他讲很标准的粤语。我还记得在越南的时候，他在街上面里面拍单张，他在教会里面，他在学校里面，因为他越南是打仗嘛，美国人在越南，所以很喜欢开英文班，他教英文班。他一生就是他离开的时候，有几千中国人去送他，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特别能干，我们在生命上面，就说在教会在各方面，这位 Patty Anno 他不是真的很会讲故事，不会讲到，他英文当然是他母语啊，但是他教的就是很闷的。不过有一样事情，几十年我们在他生命上面看到怎么叫爱人，怎么叫忠心，是他的生命感动了我们。回到侍奉的本质，主要是生命，一个被圣灵管理的生命会结出各样的果子来。今天我不知道教会注重是什么，注重了为了施工需要找人呢，是为了让那些人结合施工，生命得到建立。如何被圣灵充满？我不知道你们读经这生活怎么样。我在北卡开始一年读经计划，年头到年尾，你们肯，我陪着你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我有每个礼拜发那些经文。读经的内容啊，思考问题啊等等，跟这些没。然后我们三年半每一天就是读一章圣经，三年半把圣经读完。还有就是读经之外，在生命当中留心听到圣灵的声音。我跟我一个牧师问他，你灵修生活什么？他说每天早上我读圣经，就把里面感动我的神的话，那天就在生命当中不停衡量那天遇到的事情，晚上他就坐在神面前再次想想那经文对他有什么帮助。不但如此，还愿意被神修剪，神的话语 会使我们不停被对付，真的基督徒假基督徒，你的果实是真的或是假的。求神帮助我们，愿意神祝福你们，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见到你们，为你们祷告，也请为我祷告。我做牧师最怕的，在上面讲一套，我生命当中就有另外一套。我们应该做一些在神面前里外一致的人，让我们生命的果子成为我们侍奉的本钱。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一起思想你的话。主要帮助我们能够记住服侍的人在圣灵充满方面的要求。主要愿意我们弟兄姐妹，特别是有参与服侍的人，他们的服侍都有一个坚固的属灵生命托住他们，让他们在服侍当中被对付，让他们在服侍当中能够看到神怎么样借服侍来改变他们的生命，也更让他们在服侍当中让被服侍的人看到这些侍奉的弟兄姐妹都有一个与神同行的生命。谢谢主，为长老、为执事、为负责事工的每位同工祷告，愿意他们以身作则，在神面前能够被神大大使用，不但别人，而且他自己也因为侍奉有蒙福。感谢主，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